Whippy 豬仔大家好，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開 Premier League 嘅咧？咁啊今日咧 Whippy 咧就試下咧就組織一下啲資料啦，咁用一個全新嘅影片方法咧，就將佢咧 present 翻出嚟俾大家睇。咁啊，所以咧會有一個新嘅 series 叫做 Whippy CO3。Whippy CO3 咧最主要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咧數據啦，咁啊用一個咧presentation 嘅形式咧，就等大家去分享一下咧唔同時期咧究竟嘅數據咧有咩分別嘅。好，今日我哋揀咗 Premier League 去邊？时时留心即学问，欢迎来到 Whippy 猪仔 Channel。大家又是哪队的 fans 呢？欢迎留言，大家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咧都对呢个 channel 介绍嘅嘢咧有兴趣咧，咁啊欢迎你嚟到呢个Whippy 猪仔 channel 入面啦。咁 Whippy 猪仔 channel 入面咧有个叫做 Whippy CO3 嘅 playlist 嘅，咁喺度咧就会将好多唔同类嘅 statistics 咧就喺度咧展现俾大家睇噶。当然啦 ，Whippy 猪仔 channel 入面咧其实一个咧有好多唔同香港特色嘅嘢咧同大家咧喺度分享一下嘅。咁你可以揀翻啦 Whippy 香港或者 Whippy 香蕉呢个 playlist 咧就去揾到啲 details 啦。例如呢个咧超过五十年啦，喺香港开嘅冰室啦，究竟有咩特别啦？最新的装置咧，装饰咧，大约系点咧？咁啊，有啲咧超过五十年咧，香港历史嘅茶餐厅啦，同埋餐厅介绍嘅。另外咧，就呢间咧就名人茶餐厅啦，长兴就喺跑马地嘅，两间咧都超过五十年历史噶啦。亦都有专题介绍咧，香港特色啊，沙爹牛肉面。咁嚟到 Whippy 豬仔 channel 入面咧，你可以揀翻 playlist 啦。咁啊 ，playlist 入面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香港嘅資訊嘅。咁啊，如果你想睇翻香港特色嘅美食嘅話咧，可以睇翻啊 Whippy 香蕉啦，或者 Whippy 香港咧呢兩個 playlist 系列。咁啊，入面咧就會搜羅曬咧啊 Whippy 係全香港行嚟行去咧影低嘅美食啦。咁當然咧，亦都會有啲咧香港咧非常有特色嘅唔同嘅服務啊、產品啊。或者一啲得意嘢嘅介紹嘅，例如呢、這個非常之有香港特色啊，全香港或者全世界第一架李小龍為主題嘅電車啦，大家有冇見過呢？香港有啲咩特色嘅 cafe 啦？好啦，咁啊呢個分享咁多啦，多謝各位收睇，我哋下集見。GGSR. Okay. Well, I'll repeat it now.